倒数三秒，三、二、一 ，Go！ 哇塞，中奖了！恭喜我们那个潘木蜥蜴、那个九幺贤儿，还有胖虎老观众，太神了！准备好了吗？你要的东西和手下，我统统都有。今天动漫展排队进场时，看到我前面两个人在看 Life， 害我不敢相认。看什么 Life 啊，这么刺激。崔宝对你有信心哦。刺激到不敢不好意思相认。看我的直播、啊、真的假的。对哦，去动漫展的人怎么会看我的直播？真的是太巧了吧！早知道主播就直接冲去动漫展了啦，直接无情开唱。终于看开，爱回不来，而你总是太晚明白。排队要排两个小时，哇哦！绑错误解任务，这个想法不错哎，早知道绑错误了。你是最厉害的。台湾动漫展好像在世贸吧，通常都在世贸。那我应该凑个队吧。求救！花色也太多了吧！哇塞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。九张牌八个花色，厉害了！我看的什么？我看的什么？香港同时也在动漫展哦，在香港居然还有三个口君粉丝可以主人继续在同个地方相认，我天哪！这个是缘分中的缘分啊！你们就直接当场就合体开唱了吧，帮你们伴奏。怕你寂寞。我们那个剪辑师卡斯啊，也是香港人欸，太巧了。花费45，哇，超级慢到不行。该来一首什么粤语歌？恭祝你福寿与天齐，祝贺你生辰快乐。这个绝对不能选太绑定的能力，因为我就根本不知道我会买什么。好了，快乐球吧，这么难选，我就不能拥有一个快乐吗？啊，聊天室是不是？我值不值得拥有一个快乐？第一名当然是你，不然还能是谁？45元好凉啊！对，我也这么觉得，不是你们这么觉得，我也认同。但是为了快乐，反正另外两个也不咋地嘛。既然都不咋地，那我就选一个至少会让我快乐的。我从来都不怀疑你，一点都没有。升级点怼低，然后买卖有耐心。这样应该是最容易有机会起飞的方法。在下面刷客家哦，可是你就算三合一也是要碰上面，所以我推荐你是边升级边拿客家。就是这样，没人赢得了你。拼起来是为了拿有耐心。你问得很好。完美平手。哇，那我应该做不到，无论怎样都不可能。
秒拿秒卖呗。求救！都不是对子，那就随意吧。你可以拿个狼哥顶个旋风。明天是第2500天的直播，没错。从 day one 看到现在，我的天，铁粉啊！感谢大家一路支持啊！有核心啊，看一下。铜须不知道要配合什么，应该是火山鱼。因为铜须，你总不能叫我拿这个战壕双倍吧？你拿火山鱼元素，可能还可以还多搞来搞去。龙王这个都没用。勇士。假设没有路线，那这个也是可以考虑一下。主人，我不想催你，但你应该多雇佣一些手下。拥抱你的愤怒，熟能生巧。第一名当然是你，不然还能是谁？要完成了，各位！2500天纪念演唱会。这么有缘就加个赛，恭喜恭喜恭喜你啦 ，Billy approve。这么有缘，恭喜恭喜恭喜你呀，恭喜恭喜恭喜你！加一。快乐开始。再一刷就有快乐了，刷！哇塞！这哪门子快乐？抓紧机会抽 Roger Ally， 抽 Roger Ally。被不小心打掉了，不小心打掉也有方法啦，就是等等三合一再回来啦。不小心打掉了，抓紧时间抽什么什么 Upper A 啦 ，ROG Ally， 抓紧。别慌，别火山鱼，有快乐球，别慌。打在牌面上，有拿到牌面复制，会直接三合一。哇塞！你们知道有个东西叫做牌面复制吗？你手下常常太多，但是钱常常不够。能力不触发了，能力坏了，变成八七球了，怎么办？不会触发的八七球，拥抱你的愤怒。第一名当然是你，不然还能是谁？没触发，但是三合一了。
其实这一把没有钓鱼的概念了、啊，这一把要直接用煮了。拥抱你的愤怒。摇摆我也不会拿一二三四五六，所以有拿跟没拿一样，这只能是勇妈了。小瞎眼的话、你未来也不会有配合啊。然后摇摆要一直出一二三四五六，我其实并不会做这件事。然后这张已经没用了，这张可以扔了。PayPal 加赛可以啊，那个资讯栏里面呢都可以，都可以参加抽奖的部分。主人，这场你会赢。谢谢口君每天更新抽个奖。谢谢口君每天更新抽个奖，抽都可以抽。嘿嘿，没送掉，少加咯。加一加一。哇，那我应该做不到，无论怎样都不可能。十八血还在保护机制，稳了。快乐球，世界冠军，鱼人，鱼人套餐，他侦测到我是鱼了。聊天室有 AI。真的有 AI， 他侦测到了，在侦测啊！哦，真的会侦测吗？真的会？他真的会侦测？侦测啊！赶快啊！哎，怎么是你？怎么你喷了又来一只？另一只的话应该用点的嘛，然后拉出去打，然后还能加九，反正这两个会拉两个，它有个16的墙壁，我应该用勇士直接把它撞烂。做得很好，继续保持下去啊。有毒有毒，先动先赢，防吃毒，好险我先动了。哇塞，怎么这么准呢、啊？世界冠军吧！有毒，想不到吧？另藏杀机，我就知道他们有毒鱼啊，所以勇士站一号。一方面也可以稳定打他那个墙壁。我从来都不怀疑你，一点都没有。这个可以卖掉，拿这一张，然后这个直接打掉，直接把这个打出去，然后做发现，好了，那就再出。都没用。台面复制，长这样就好了。龙须用不到哎、欸，鳌凤还可以，龙须跟这只鱼，然后小虾太麻烦了啦，不建议。就鳌凤加个血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这个就不要再搞了。主人，我不想催你，但你应该多雇佣一些。哎呦！用最终形态苏醒吧！哎呦！主人，继续加油！都是毒，第一次斗内就给你了，难得有人辣麻认真在炉石还这么久。感谢一下我们第一次斗内的朋友，看到你直播生宝宝那位，感恩感恩啊！第一次斗内，太厉
加一一加也不对不对，这个如果补个200我们可以抽奖，看到生小孩，嘟嘟嘟嘟嘟嘟嘟，第一次豆内就给你了，难得有人辣麻认真在炉石还这么久。Repeat repeat， 感谢感谢。刚刚为什么点这只不点这个？因为这个要直接买，不然你再点三回合下来太慢了。然后不考虑其他体系，这个可以先打出去，因为牌面复制复制这只还不错。然后开六，螳螂100分，所以螳螂也打出去，复制螳螂，牌面复制，没出，不知道出了啥，出了体质加加。主人，我不想催你，但你应该多雇佣一些手下。嗯，这个要扔了。合唱团不用考虑，附魔师不用考虑。多拿几个。哇，三合一。这个首领不会介意的。那个等等再合就好了，先出这个。你大个儿还大。毒越多越好。就是这样。再毒，再拉更多的毒，再毒，我好毒，我怎么那么毒？相信主播唱歌一定很好听，一定是直播做效果才故意这样。我其实很认真唱欸。哭啊！谁考？升级，升级螳螂再一个，其实也不用升欸，升级还浪费快乐球的效果，就在下面一直买就好了。然后贝斯一直做，然后毒鱼一直搞，然后这只就可以扔了。这个先不要出，因为你不希望复制到它。你会拿的是这张，但如果有巫色就要先出，因为开六巫色就点这只了。嗯，小虾眼一堆啊，随便凑一下。嗯，三合一小虾眼碰个六，好了好了，给你快乐碰一下。巫色漂亮，那小虾眼又要扔了，好好笑，再反扔。谁考？桃凤点这边来了，手下常常太多，但是钱常常不够，黄用不到，就这样。第一名当然是你，不然还能、接下来就是无情的快乐了。老男爵把全部的牌都拉出去打。决赛的话，面具光牙，然后有个超大龙阵，龙阵比较强。哦，你真的教训了他了耶。那可能要搞个抱抱嘛。男爵到了。送到你的钱包了。为了正义，抱抱点15可以让红袍15失效，可以破解红袍。之前我们有示范过。为了正义，斗志很高昂的样子。我大志在大大大。天谴军团会消灭。明天跟不上开台，先恭喜主播2500日。嗯啊，这么弱，令人失望。哇，他红袍延迟生效，聊天是我大中计，他红袍延迟生效，都说他弱，结果他来赢的，我再拉，我还有，哇塞，他偷场欸，
他防爆爆哎、欸，他这样子防爆爆，你敢信？我藏他也藏。感谢刚刚加赛的朋友，明天抽奖啦啊！明天九点我们抽奖，感谢感谢。我藏他也藏啊，遇到世界冠军了怎么办？想一下站位，然后拿男爵，抓吧。有更多手下会让你变。这太低了吧！都出水了，聊天室出水了啊！不要把包包扔掉，因为嘲讽这么多，他打不准了。哎呦，他来阴的，他好阴啊！聊天室可以，我还是把他反炸回来了。再毒，行不行？还不是我带走？太好玩了吧这一把，对面一个。各种骗来骗去欸，他这一次是用狂风抓男爵，然后让我的base拉怪变少。要是还有再一回合的话，我就用金男爵来搞他了。意想不到的结局欸，意想不到。最后是男爵打头，然后把他收掉，然后快乐球有成功快乐，对面把策略的部分都拉满了，然后我们也是尽我所能。我最后一回合有做一个改位，就是抱抱往后一点，然后这个鱼往前，因为他有一个破烂墙壁可以白嫖。所以我把火山鱼放前面飘一下，然后抱抱一定要站在这个前面，因为万一掉东西之后抱抱把自己炸掉也是蛮恐怖的，所以抱抱在那个 base 前面，这样子应该就行了。恭祝你福寿与天齐，祝贺你生辰快乐。